香港高尔夫球会带俾你粉岭深呼吸。常凤蝶是受香港法例保护的一个蝴蝶嚟嘅，咁常凤蝶真系好靓嘅。咁你远远睇佢咧，好似个雀仔咁，黄色喺天空度飞啊。粉岭除咗系打高尔夫球嘅圣地之外，亦系蝴蝶嘅乐园。呢度有超过100种蝴蝶，趁天阴喺花间翩翩起舞。我哋做咗蝴蝶园咧，系种咗多咗啲蜜源植物啦，例如大红花啊、龙船花啊，亦都种多咗嘅寄主植物啦，譬如受保护嘅印度马兜铃啊。咁每一年呢个五月六月咧，都会有常凤蝶啊，同埋红珠凤蝶啊喺度产卵咯。咁跟住佢哋喺附近嘅地方就会孵化，跟住化蝶咯。蝴蝶幼虫逐渐成长，随时破蛹而出，振翅高飞。羽化后剩低嘅空壳，就好似枯叶一样，同自然融为一体。